哎，小吴，姐给你送午饭来了。哎，这是给我弟买的，没你份儿。姐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呢。赶紧吃，全吃完。好吧，我吃。我真饿，真饿坏。那就好。来，婷婷，快吃啊！这些都是你的。哇，都是我的，谢谢姐。哎呀，看你吃的满头大汗，给你擦一下吧。哎，你怎么没脱妆？你用的什么？我用的是这个ivory加的粉底液，姐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它里面添加了红参、燕窝等提取物，修饰肤色的同时还能养肤呢。那搭配送的蜜粉还防水防汗，长效持妆呢。姐，那这一套就送给你吧。走，姐带你逛街去，买几套衣服给你。姐，那我呢？你就在这里干活吧。